看不到啊。哎，在左前方，左前方有。左前方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是吧？就在这个位置。对。就在这时，雷达显示了目标舰船，但是由于飞机在不断前行，舰船也在移动，已经被锁定的目标转眼就逃脱了。快退，快退是吧？好。啊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赶紧标，往下。两架飞机的驾驶员在紧张的配合，突然，吴正军的吊舱画面显示再次锁定了目标舰船。好，就是这个船。发射。右转。我要发射完毕。哇，炸了！炸了！完了！完了！我把它击中目标。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，吴正军和周建军在紧要关头顺利地对海上目标实施了攻击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